路透一。哦，鬼溜回来了！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我们的老朋友终于回归了。十八环的公寓，我又来了，这个熟悉的地方。宝宝，嗨！你怎么今天戴墨镜啊？你看我像谁？郝邵文，郝邵文，像不像算命的？来，你看我手相，气死我了！像谁啊？这个杀手不太冷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，我要吐血了！哎呀，哎呀，算命的已经够那什么，郝邵文。还差谁啊？萨萨跟欧。我的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人物关系这么搞错，我们家怎么有个脑瘫的孩子？